随着南宋的覆灭，书写《左右自警词卷》的文天祥，在经过顽强的抵抗之后，最终被俘。那么，创作《自警词》的谢昌元此时处境如何？对于曾经以文自警的他来说，又能否践行自己字里行间的誓言？这篇传世之作，在随后的战火与动荡中，命运又会如何呢？ 关于谢昌元在南宋灭亡的时候的表现，有种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景延二年，这忽必烈命令谢昌元的长子谢大春给他父亲写信，让谢昌元效命元朝。哎，人们不禁感到奇怪了：谢昌元的长子谢大春，怎么成了忽必烈的手下？这事儿就要追溯到开庆元年。 谢昌元的长子谢大春从西蜀的资州出发，乘船带着他的家人一路向东，路过湖北的时候，正遇到这个忽必烈带着蒙古大军攻打襄阳。那会儿忽必烈还不是皇帝呢，结果谢大春一家人所乘坐这船被蒙古人给截获了，谢大春被押到忽必烈面前审讯。 得知这谢大春是书中的读书人，哎呦，这忽必烈非常的喜欢，就把谢大春留在了自己的手边从此，谢大春就成了忽必烈的手下。当南宋的德佑皇帝投降之后，这个忽必烈啊，就让谢大春给他爹写信，把这谢昌元就叫到了大都，就是现在的北京。哎呦，这忽必烈一见谢昌元，那个叫喜欢呐！ 称这谢昌元为南儒，任命他在文下省，就是元朝的最高行政机关任职，后来担任礼部尚书。那么这种说法如果成立，就说明谢昌元是在整个南宋朝廷全部投降了，皇帝都投降了，在这个时候才不得已的，哎，出来为元朝效命。那就有个疑问了，说这个。 谢昌元离开长平，去鄞县赴任，路过潭州的时候，此时他的儿子投缘已经十几年了，这个时候他还会对宋王朝忠诚吗？此时让文天祥题写这个自景词卷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不过，据谢昌元的后裔。 明代人谢元，在《自景词卷》的卷后题写的行诗，也就是小传中，却有另外一种说法。这位谢元呢，在这个行诗中，描述了谢昌元的履历，可是只提他在施州当知州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觉得这谢元别有意图。那么他究竟是什么意图呢？虽然他不明说。 但我也能猜出个几分，这就跟施州城有关了。宋开庆元年，这谢昌元呢在施州当知州，为了防御蒙古人的进攻，他把这郡城啊迁到了柳城，借助这个山势的险要，重新修筑了城墙，自筹经费百万，自筹粮食千担。城修好之后，得到皇帝的嘉奖。 而且官升一级。后来，蒙古大军果然进攻，这谢长元带着城内的军民誓死跟元军抵抗，一直坚持到德佑二年，终因重兵围困、弹尽粮绝，城内将士全部战死，柳城被攻破，这个谢长元只好投降。可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 因为谢昌元是一二四四年考取的进士，然后担任了施州的知州。可是他担任施州知州之后，接着又到这个丰州，又到这个长平，还到这个隐县，担任了不少官职。也就是说，他把这个施州城修完之后不久就离开了施州。 所以他不可能在失州城破的时候投降元朝。那么谢昌元究竟是什么时候，又是如何投降元朝的呢？清朝人万思同在《宋季中医录》中讲了一则故事，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元军进攻庆元府，派十八个骑兵占领了城西的资教寺。这个时候，平江军就是现在江苏。 苏州市的节度判官叫袁庸，找到了庆元府知府赵孟传和将作少监谢昌元，约他一起攻打元军。这赵孟传和这个谢昌元就对袁庸说：“你先去，我们俩带大队人马马上就到。”结果这袁庸啊，就一个人到了元军的阵前叫骂。突然。 背后扑上两个援军，就把这元庸摁在地下，五花大绑给绑了。看来援军早有准备，怎么回事原来啊，那赵秉传和谢昌元答应了元庸，准备跟着去打援军，这俩根本没跟进，悄悄溜到援军大营，献出地图投降了。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，那么这位谢昌元。 写自警词的谢昌元，在自警词中提倡仁爱，提倡友情，可是却是一个出卖战友、叛国投敌的伪君子。如果文天祥知道了谢昌元的行径，不知作何感想。就在谢昌元卖友求荣、投降元朝之后，这文天祥啊！ 被元军押解着，从广东艰难的北上去大都，就是现在的北京。当文天祥被押到大都之后，元朝政府组织各类人纷纷开始对文天祥进行劝降。最先来的就是南宋的左丞相，叫刘梦炎，结果被文天祥是一顿羞辱。可是当已经成为 阶下囚的宋恭帝出现在文天祥面前的时候，文天祥跪倒在地，痛苦的哀求道：“圣驾请回。”有人说呀，文天祥爱国，文天祥忠诚，可是他爱的国已亡，他忠诚的对象已经成了俘虏。那么他忠的是谁呢？ 我觉得无非是忠诚于自己内心的承诺和信念。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，面对生死的考验，依然坚守着自己在《自警词卷》中所立下的誓言，做一个君子，这是真正的君子。不久，这民间就有传言了，说一群人呢，组织起来建立。 反元复宋的义军，准备解大牢救出这文天祥，让文天祥给他们当丞相。在胡别烈听了这个消息，终于下决心处死文天祥。就这样，文天祥慷慨就义了。他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，就是做一个真仁人,人。那么被。 文天祥赞誉为真人人的这谢昌元，他又如何处理他手中的《自景词卷》呢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可是我从《自景词卷》的第一位收藏者王应麟的身上发现了线索。什么线索呢？这王应麟呢，曾经担任过南宋的礼部尚书。大家没听说他的名字，可是。 提起《三字经》，大家都知道他就是《三字经》的作者。南宋亡了之后，他拒绝投缘。隐居乡间，闭门谢客，潜心务学问。那么王应林是怎么得到《自警词卷》的呢？我推测，一定是这谢昌元离开鄞县，赴大都上任之前，把这《自警词卷》了。 送给了王应麟。我之所以做出如此推测，理由很简单：王应麟是鄞县人，比谢昌元仅小十岁，在谢昌元去世之后不久，王应麟也去世了，所以王应麟不可能从谢昌元的后人手里得到自警词卷。唯一的可能就是，谢昌元离开鄞县，赴大都上任之前。 把这《字景词卷》呢，就送给了王应麟，这也可以理解。当谢昌元漫友求荣、投了元军之后，这《字景词卷》就对他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了。再说文天祥在民间影响很大，元朝政府为了清除这个文天祥的影响，是不会允许。 一个元朝的政府官员收藏文天祥的墨宝的，所以这谢昌元在赴大都上任之前，他根本不敢收藏自景词卷了。那么，这自景词卷从王应麟手中流出之后，经过元、明、清历代藏家流转有序，都有详细的记载，说明历代藏家对自景词卷都非常的珍惜。 不仅因为它是一幅上乘的书法艺术作品，更因为它是文天祥爱国主义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境界的历史证据。